现在的半年过后 HTC 的一个高阶技术就上市，就是我们看到 Butterfly， 那它有三个颜色，一个是黑色，一个是红色，一个是白色，那目前都很缺货，目前大家都很缺货。那其实这次的卖点呢，在于它这一个 VHD 的一个面板，然后呢是看材质一个看光面板，那萤幕的部分呢，它是使用 SMCD3， 然后使用的是16CD3。那这次呢卖点当然就是它的一个440 PPI 的一个解析度，还有一个前镜头，前镜头其实蛮广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前镜头呢它是88度，相当于相机的22mm，就是22，那可以容纳很多人拍照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看真的很广，可以拍的方向相当好，而且前镜头拍起来的画质也相当不错。那在 Butterfly 上面呢，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方，比如说呢，它有内建一个东西叫做使用攻略，我们可以在这个使用攻略里面呢，去看说我要怎么去使用这个手机，它都会给你做一个介绍，所以你是不用去这些官网去下载所有 PDF 的说明书，这些都不用，它就可以直接给你下载下来。再我们来看一下。当然，它的萤幕就是 1080p， 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 1080p 的影片。这边我放的是 1080p 的影片，各位看一下。其实，在手机上看呢，跟在大屏幕上看，它的效果其实都很像，就相当的细。我建议各位可以去下载 1080p Full HD 高清影片，在你的手机上做观赏，那么观赏品质是相当不错的。再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在夜间录影的时候它的一个成像是如何。昨天晚上有下一些些的小雨，那我昨天晚上有录影，我们来看一下在晚上录影的时候，其实在扛棒的部分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扛棒部分的话，它有出现一些曝光的声音，可是不会像之前的手机曝光的那么严重，那也不会有掉光的声音发生。其实在监控上的一些景物呢，都还拍得蛮清楚。那我们这边来特别说明一下，那我们在看影片的时候啊，你就觉得说这个影片是不错的，这个段落是不错的，你可以按一下荧幕，按这个快门键，我们按一下，那就可以把这张图片截图起来，当成你想要看的一张照片。这个也是蛮好用的东西，我们可以内建，按一下。就可以把这样的幕截图出来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，在 Butterfly 里面啊，它天气，天气我们看一下，其实真的很神奇。每次在介绍 HTC 的手机，一定要介绍天气，因为真的很棒。我看到的是现在是23度，是属波的一个天气。那我们看一下其他地方，高雄，高雄有雾，台中，那是晴时有雨。各位如果有买Butterfly，一定要去看一下它的天气，天气这边真的很好用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内建的 Chrome 这个浏览器。内建这个 Chrome 浏览器呢，其实它很好用，它可以开启相当多的服务，像我今天就开20个分页，还一直让我开，那可以开几个，其实整个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一直开一直开。那我为什么说它好用呢？来给各位看一下，我现在开3个分页。各位可以看到屏幕上这边有3，就是我拍的3个分页。基本上我做分页切换，我要去按这个3的地方，他会跟我说我现在哪几个分页，我要去哪里看。这是第一个方式，第二个方式很简单，滑过来你就可以去看另外一个分页，或是这样滑过来你就可以去看另外一个分页，这其实蛮好用的。OK， 我们现在看一个半页，然后一个3。其实这个东西呢，它还蛮好用的。跟各位介绍一下，如果说你有 OTG， 你可以使用 OTG， 外接一个滑鼠，一样可以做一个上的工作，这样还蛮方便的。好，那以上呢是这个 Chrome 的一个浏览器，那这边介绍另外一个软体，也是很好用的一个软体，那是内建的。来，我进来内建的业务方式是，刚才有人打电话给我，你可以等他暂停一下。奇怪，去年测试万差也是一样，测试到一半有人打电话，今年还是一样，不过没关系，来，我们来听音乐。好。
相关履历出来。比如说我们来找一艘，好，比较热门的，我们看比较晚。现在我把它下载下来安装之后呢，它就直接出现在这边取得资讯这个按钮里面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直接按这个取得资讯的按钮。我要去听这首歌。听完了就是完毕了，一样，他跟你说这首歌谁唱的，我们看一下 MV， 好，超级优秀，好，他就找他相关的 MV 传播一下。所以各位可以看到，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去看他的 MV， 他会用 YouTube 的方式，用 MV 的方式给看，这个很直接嘛。那这样找多久方便？那另外还有什么东西呢？另外还有内建 Duck Eye， 还有内建 Duck Eye， 还有内建很多东西啊。这些东西呢，就是它内建的。那相机，相机我们看一下，拍108UP 的相机。负责这段影片录音工作就是 HTC 的8X。在 Butterfly 上面呢，它一样有支援所谓的